首歌吗？大姑娘没来，大姑娘浪，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。这你不懂啊，你问问吉娜，吉娜懂。吉娜那个东北话那都六级了，是吧吉娜？你看这求生欲挺强啊。嗯，哎呀，但是说实话吧，我觉得吧，我来这个节目啊，我真的挺羡慕别人的。你羡慕啥呀？先说说吉娜吧，你看看啊，让朗朗都宠成公主了。媳妇儿，你在咱家应该是女王吧？女王吧？耶、yeah! ！女王什么？能不能不要加把？你看，我看，嘻，那袁弘多欢乐呀！媳妇儿，你要是喜欢，咱别说哪吒，我让你在家演机器猫。哎呀，还有少芬姐，完美女人啊！是少芬姐，完美是完美，就是普通话不太完美。什么呀，好的不得了！有没有搞错，坐这个车？你小心啊，少芬姐上来打雷雷呀、啊！但是后来我也想了想，我觉得我这个幸福感比较弱呀。跟我老公有关系。嗯，跟我有啥关系？我老公脑子不太好使啊，是不是、啊嗯、我不敢同意、嗯、我不敢。不会啊，我脑子不好使怎么着不承认啊？哼、嗯、那这样，那今天咱们今日大家都在这个机会，咱验证验证 啊如果你输了就做一年的家务，那我要是赢了呢？替我做一年的家务，合理是不是？好，太棒了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这合理吗？合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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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问题。你真以为我脑子不好使呢？哎呦，那你忍心吗？那我确实不忍心。最重要是你敢。不过必须得证明一下我脑子是好使的，对不对？我得证明一下。好啊，对对对，是啊。行，那咱说来就来行不行？说来就来啊。听好了啊，嗯，问一年十二个月，哪个月有二十八天？二月有二十八天，这智商五百。哎呦老师啊，一年十二个月，每个月都有二十八天、不行喽，数学好的八大流啊。就你这智商五百，我看顶多到二百五。